好，各位，请大家回座，好不好？谢谢。请各位回座，谢谢。我们要开会了。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今天的议程。讨论事项：继续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有关中国输出入银行、台湾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含台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银综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土银保险经纪人股份有限公司、财政部印刷厂。宣读完毕。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审查讨论事项和处理提案，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协商。我们按照编的顺序进行，好不好？那个现在综合，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进行，等到轮到他们的时候再讲他们。好，来那个，我们从第综合的第一案开始，曾委员的提案，嘿，可不可以？这是决议。等一下，来说。这个可以的，因为我们再来评估。可以，好，第一案照案通过。来第二案。第二案，因为现在各行库都有在做了，我想这个应该也是没有问题。好，对，这我也支持。这我们没有找我签。开玩笑。好，我们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谢谢。好，我们第二案照案通过，再来第三案。来，怎么样？对，中山，综合第三，可以，因为可以哦，好，上一次在那个公共行库会议里面，我也提到这个。好，谢谢。第三案我们照案通过，再来第四案，费委员的提案，这边一周内，对，一周内哦，一周会赶一点啊。一个月好不好？一个月好，一个月好不好？好，那个卢委员，可以啊，一个月好。那我们修正通过，好吧？好，来，下面我们请输出入银行。好 ，OK， 好，我们请输出入银行。哎，好，林主席来，好，第一案，看一下，一二三四吧，一二三四应该都是跟，对，细项不一样，手续费都是三四，但里面他都把它拆了，好，没关系，我们，哎，费用别是一样的，这费用别是一样的，好，一二三四案。好吧，大家先稍看一下，好不好？那个费委员，
回来吗？他的如果费委员的助理在，或者是党团的助理跟费委员联络一下，好不好？好，就他的案子。最多冻结百分之，冻结二分之。第三案是十四，没有一二三四。十四不是，一二三四。一二是金融保险成本的费用。好。第三是绩效奖金，那不一样，一样一样谈，只是同一个，但是里面的内容是不一样，好，那我们一二，细项是不一样，同一项，但是细项不同哈。好，这个第一案是手续费，我替费委员讲，来，我再帮你顾场。手续费下的第一案是信托嘛，第二案是这个中介商费嘛哈，虽然在同一个项目里面，但是细项是不一样的，所以可以分开处理，嘿。这是手续费的费用，来，费委员，现在进到你的输出入第一案，怎么样？第一案就交费委员的通过吗？好不好？来，第一案是第一案，林主席。因为第一案哦，它最主要是在办我们的那个国外客户的征信。也就是说，国外买主的征信，那这个对我们输出保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输出保险主要业务都在新兴市场，那个风险相对的高，所以我们必须委托国外的征信公司来办理国外买主的征信。那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相对的重要，所以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请不要动？增加了这些，增加了一百将近一百四十万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最主要是现在政府都在推分散市场，那我们新兴市场，那你们以前就没有分散市场？有，但是现在是因为要把市场更加的分散，所以我们对新兴市场的重点哦，变成要在征信要再加强。这个逻辑不通了，以前就不认真，现在开始认真，不，以前还是都有做、以前还是都有做。对，因为现在大家对新兴市场的风险的这种概念也都增加，那以前客户是比较三个一百万好了，好不好？1900万，可以吗？好不好？好，是，那就这是。好。好，第一案我们三一百万，就不冻结了，然后不做冻结了。哦，第二案，中介的，是第二案，最主要是我们为了资金调度的需要，那给外汇经纪公司的一些中介费用，拆一些外币资金的拆借。三减不三了，改冻结二十分，对，就是只留冻结二十分。好，第二案我们冻结20%。OK。再来第三案，绩效奖金。通案是不是？对。奖金我们就通案处理，好不好？可以，就奖金啊的部分，我想我个人的意见啊，在昨天质询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必须要说明哦，是就是说，大家看我提今天的这个提案，事实上我并没有说直接把它删除掉，那我透过冻结的方式，那解冻啊的条，解冻的那个整个条件啊的部分是要透过他接下来再交处理有关于啊的改善报告以后啊，才能够动之，所以要透过通案的程序来处理，我没有意见。绩效奖金，所以黄委员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没有那个，你说这个不是要透过通案的方式来加以处理吗？我同意啊，嘿。好，
好，那这我们就通案处理，送院会处理，好不好？再来第四案，来费委员，第四案，水电费。这个哎，这个请教一下哈，为什么增加了四分之一啊？这一年水费没涨，水费涨了一点点呐、啊，电费反而是降了一些嘛。是，跟委员报告，那因为我们在106年度的时候，预计会有增援20个人，那人数增加之后，可能对水电的使用量，那也因为那个整个业务也有上来，那。最近同仁的加班也稍微多一点，所以我们就把水电费往上来。改冻结五分之一，好吧？五分之一不更多了？这等五分之一跟冻结五分之一了，冻结20%，冻结20%，五分之一跟十分之一是一样的事情。收尾，哪一栋还冻？好，我们第三冻结20%。是不是可以10%？报告委员。早点讲好不好？好，有那个早点讲好不好？我们费委员很能够体察。好，再来第五问。没有那个提案，说明一下。提案文。第五案。报告委员，第五案最主要我们的服务费用是编列在邮电，那最主要是在数据通信费用。那因为106年度的营业收入有比那个上年度成长了4.6%左右，所以我们在成长范围内把它作为增加，所以是不是建请这个我们不要减？好吧，那就把它改为冻结好了，冻100万。好，那。第五案我们冻结100万，再来第六案，油电费增加了45%，跟刚才一样，油电费是一样的，是五六是同一案，五六案是一样的啊，但是我真的请教一下，你们增加的幅度为什么将近50%啊？可以告诉我一个理由，如果你说增加什么资讯费哈，还因为用了邮电费，邮电费为什么？邮票跟电话的。啊？最主要是在数据通信费，数据通信。数据通信费并到邮电费吗？是。啊？哦 ，OK， 好，我们改冻结10分之一，好吧？第五案、第六案合并冻结10分之一，好不好？是，郑委员，好，我们第五案、第六案合并冻结10分之一。是，再来第七案，郑委员，我们旅运费，因为104年度的决算数啊，只有662万，那今年编了887万了，应该有删除的空间了，董事长。可以删多少？是不是可以减50万？是。你这个你大陆占你的800多万里面的多少哈？大陆原则上是50万，我们一年。我们有两部分，一个是上海办事处50万，另外。对不起，拿麦克风讲好不好？我们有两部分，一个是上海办事处的大陆理会50万，另外是我们要去大陆做一些征信，还有受信后追踪，这部分大概也是50万。所以800万里面有100万是大陆，大概占1%左右了，100万这样。好，那我们就350万，第七案、第八案、第八、第九、第十。都是业务费用里面的印刷装订跟广告费用。你们来说说理由好了，来。是，那这个最主要是在我们明年度的时候有举办一个世界性的，博文联盟的会议。
那这个会议本来是在韩国办理，去年那韩国延到今年办，那明年轮到我们银行来办。那这个博联盟是一个国际性的会议，我们在这里面编了一个150万，另外有一个两岸三地的，也就是说，我们银行跟香港的输出信用保险局跟中国大陆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呢，都会轮流来举办两岸三地的信用保险的研讨会。那明年也是轮到我们银行来办，那这两块总共就编了250万。另外有关专订啊、广告啦、业务宣传啊，那么这个都是，跟原来的预算都差不多了。所以是不是建请委员啊？这个如果要删除广告跟预算的话，我们是建请删减10万块。我了解一下哈，是，对不起，因为这个案子我有提，我是第十案哈。是。那你们这个办那个，你们编的总共这个项目编的1608万，那其中你刚刚讲250万是因为办国际的这个活动，那剩下还有1300万，那都是在印刷装订跟广告吗？因为你们是一个专业银行，你们一般来讲不会对一般的民众做广告，所以我想知道你们的广告是做什么广告，对谁做广告，是什么样的广告？其实我们广告也做了很多了，因为我们要对厂商跟一些工协会合作办研讨会，那必须在平面媒体做广告。所以你办的是没有，我不太赞成这个东西哈。你要知道，因为你们是属于专业的银行，所以像这种专业银行它本身的广告通道，你不需要去那么像一般人打广告。我是媒体出身的，是。那所以譬如说你对机械业者，你需要打报纸广告只为了给全国1000个机械人员看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像一般的这个社会大众来做这种专业广告。那所以你这1608万，你要知道整个立法院呢、它的印刷费用才几百万，结果你一个小输入银行，你的广告费跟印刷费要占1400万左右，你印刷费赚多少，广告费赚多少？我们广告费是编1000万， 是跟去年一样。那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广告做的都是在主要跟厂商有关的地区，譬如说我们在南港的外贸协会的展览馆外头做了一个那个立体的广告，那最主要是给参展的厂商知道说，你要怎么样来应用输出银行业务。另外我们在松山机场也有做一些看板的业务广告，那譬如说我们以前在台湾的高铁站也有做一些广告，那这些广告呢最主要是在给、我每天来回台中高铁2次，我都没看过你们的广告。我们最近会轮流，因为预算有限，我们是在这一段时间可以搭公车，不搭捷，不搭高铁。因为他说在台中高铁做、有那个新竹那边有做，因为我们预算有限、不能够每一个高铁站都做，所以我们是轮流做的。这样子哈，你1608万，那你刚才讲说办国际活动250万，那这个东西我支持哈，那这个就扣掉1608，扣掉250，还剩1350。那你说你的印刷是多少？印刷96万。96万嘛哈。对。那剩下1200万。1200万里面，我本来是删你1/4，320万嘛哈，那删200万好不好？谢谢。是不是我们可以建请删少一点？因为你们可以删多少？真的是业务的需要。你们可以删多少？是，我们建请删20万，好不好？100万，谢谢。哎，费委员，你说。100万哈，谢谢。好，那我们。8、9、10三案，一共3100万。好，8、9、10三案并案3100万。再来第11案跟12案都是修理保养与保固费。这个董事长能不能说明一下？这个是修理保养跟保固费用，是主要是用在哪一方面？是跟我们报告，这个最主要是在用在。几个面向，一个是一般房屋的修缮费，一个是机器设备的维护费，另外是交通运输设备的维护费，以及有一些譬如说伺服机器啦、网路设备、个人电脑的维护费用。是。是。那这一项目啊，可以删多少？或者是？是不是建请委员30万块？
你刚才1400万也建议删10万块，现在619万你也建议删10万块，你所以你讲20万，我知道，我说你的起跳都是10万块是。我来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速度加快一点哈，因为删了他们的预算，并回不了国库，还是留在他们的银行里面，然后他日后换了一个科目啊，用追加预算的方式，直接就并结算就进来了哈，所以他们的花样很多的。你们也让我们删得多一点，反正对你们也不痛不痒，我们速度稍微加快一点哈，建议建议建议，我讲的完全是实务哈。所以费委员觉得建议删多少？就三个，刚才李仲兄要删多少？我本来是提100万。卢委员124。好，那就返50，好，返50万，好。好，我们第11案跟12案并案删50万。二来是，第13案跟14案。好，曾委员跟费委员。李东说，那个董事长，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个是主要用在哪一方面？这个这样哈，佣金会保证手续费，最主要是用在刚刚有报告过了。那个输出保险业务的征信费用，以及银行转借的手续费支出跟交易中介商的费用。那银行转借的费用，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银行比较特殊，我们点非常少，所以我们会透过商业银行的网路，由商业银行转借业务给我们，然后我们付佣金给商业银行，等于是不能讲佣金了，就是转借费用，所以我们就变在那里面。另外交易商的中介费用，刚刚也报告过了，最主要是放在那个一个资金的调度啊，付给那个外汇交易所的一些费用。所以那另外外包费用，我们最主要是聘用一些身心常在的一些委外的，那我们会优先禁用轻寒及单亲家庭的成员，那是放在外包的费用。那我们这一块呢，那个比105年度是增加180万。哦，是第一案的有减，是改成冻结100%。OK， 好，就改冻结好了。好，第13案、14案，我们合并冻结10%。再来第15案、15案、16案，都是我们的专业服务费。董事长，这个专业服务费啊，是一般都是会计师或者律师，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别？是用在这方哪一方面？是各委报告，就是用在会计师的咨询工会，还有精算师的精算工会，因为我们有一个输出保险业务，有时候业务调整的时候一定要经过精算。那另外是办理我们银行的信用平等。也就是说，我们银行要请那个平等公司每年办理一次信用平等，是。好，那这一部分我同意改为冻结好了。好，范委员可以吗？是。好，冻结是吧？1/10。好，我们个部分的话就是第13案、14案合并冻结1/10。哎，对不起，15，对不起，15、16。案合并冻结1/10。再来第17案，费委员，公关费，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来，是那个最公关费，最主要是我们有时候为了业务的需要，像我们最近就是从北到南，是吧？好，费委员很好，第17案，撤案。好，再来第18案，上海办事处黄委员的用人费用。那个业务单位说明一下。是上海办事处是这样。等一下，黄委员先做说明。不，你们可以说明啊，因为我知道的情况是说，不仅你们还没有得到设立许可，而且金管会说你们完全不符合设立的要件。他们不可能许可，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浮编这样的预算有何意义？来，我们说明一下。我请教一下哈，上海市办事处
还是你的这个营业许可他已经核准了，还是分行？那未来在上海的这个编制的人员有多少位哈？那准备服务多少的台商？因为从上海辐射出去哈，到昆山啊，哦，到江苏啊、苏州啊等等哈，甚至到南京啊，你们预计有多少台商是你们的服务的对象？跟委员报告，那我们当初会去设上海办事处，最主要也是着重在说，我们在那边有个点，那么可以去替我们为了业务需要去办理征信，去了解厂商，或者是我们受信之后的受信后追踪，可以去了解厂商的那个经营状况。那刚黄委员也提到说，我们银行不符合设办事处，事实上我们是一个政策性的银行，那原则上我们是不符合现在 OECD 有设点的这个规定，那当初是着眼带说如果服务贸易那个如果有通过的话，我们就可以用那个点可以去上海设办事处。那目前我们上海办事处是我们银行董事会已经通过，那因为卡在那个服务贸易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还没有报监管会，所以监管会这边如果有服务贸易过了之后，我们才可能报监管会这边来处理相关的设立的程序。那注意是说我们银行的点，事实上我们也不像商业银行说每一个地区说都要去设，我们银行设办事处是一个辐射网的，比如是说我们在东南亚地区设曼谷，我们不是只有服务泰国，我们是服务整个东南亚地区半岛的所有台商跟所有我们网客。不好意思哦，因为我们审预算哦，我在想我们大家就针对问题来讨论了，因为你这样讲哦，不晓得要讲到什么地方去，拉太远了。第一个事情是你们现在根本还没有提出申请嘛，那个时候是配合服贸嘛，所以你们会提出申请是服贸通过了以后你们才会提出申请，我这样说对吗？那所以提这个冻结案已经很客气了，我不是把它全部删掉耶，所以你应该没意见吧？没有，我们同意，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本来要派地上海代表办事处的这个同仁现在是在银行上班，那一块你冻结的话等于他薪水在银行就不能领，所以那一块不是啊。那我现在就没有办法了解啊，这个东西还没有许可啊，你怎么会在向下他的薪水竟然是挂在上海办事处之下，这个是什么道理？你应该用人的费用应该发给同仁的薪水，我100%都赞成也没有问题，但是我很困惑的事情是这个东西不要说核准，连申请都还没有申请，你竟然把用人费用挂在这下面，这个是什么道理？不是这个同仁包括黄委员，我们上海办事处这个未来的代表是从现有的人力里面抽派过去的，那在还没有成立之前他还是在我们业务单位做事，支领国内的待遇，那未来外派之后他才会领那个。对啊，所以我处理的只有上海办事处的用人费用啊。所以这个人的，所以现在到底是在扯什么东西？是不是用人费的部分是不是只冻结部分就好？就冻结国外待遇的差。不是啊，我冻结的是上海办事处的用人费用啊。啊，你还没有成立，何来用人费用啊？这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现在虽然没有成立，已经有用人费用挂在下面支了？那如果是后面这个状况的话，我刚刚请教的问题是为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回答？后面的幕僚。所以上海办事处应该照道理来讲，把这一位代表他的国内跟国外待遇都同时编在上海这一块了。不是啊，如果是这样，对不起哦，我恕难同意哦。连设立还没有设立，你竟然可以把人挂在下面开始支，你要用你本来的业务费支薪水，同仁应该领的薪水。我再强调一次，我100%没意见，因为那是他法律上的权益啊。但这个上海办事处根本还没有设立的利益，怎么会有用人费用？怎么会有服务费用？来，主席说明一下。我们那个这样的上海办事处，因为后面还有蛮多案件，事实上我们昨天晚上对这案也讨论到晚上10点多哈，说这案到底要好，没关系，告诉我们结果好不好？那结果啊，我们同意委员的意见。那这样子的话，上海办事处所有后面的费用，还有包括19万、22万、30、31到35、37到39，就通通都冻结哦，好不好？好，好，第18案冻结，19案全数冻结。好，这都照案通过。再来是20案、20、21、
二十二案也冻结嘛，好，也是上海办事处的费用，我们也照样通过。来二十二、十一，有关于材料用品的费用，也是费委员、曾委员。还有四号是。好，第二十二、十一案合并三五十万。再来二十二案，也是上海办事处嘛，好，也全数冻结。再来是二十三案，二十三，你现在主席讨论第几案？二十三案，费委员您的听案。二十一案跟二十三合并嘛，三五十万嘛，好吧，哈。二十二、十二十三案，我请教一下，你们现在租的机器是租的是什么？你们不需要ATM 嘛，对不对？你们需要吗？没有，就是啊。那你们租什么机器 ？Coffee machine。啊。那怎么会挂在机器租金呢？哎，你们像编这样子的科目啊，让我们都看不懂。说明一下好不好？会计单位，我们这个科目，因为我们跟国外的这些商情的资料提供单位哈，朱涛的资讯，同时他也会搭配硬体一起使用，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机器租金这里。那个机器啊，很多搭配的是免费摆在你那儿。你说你是租他的这个资料库。或者是租他的新闻，我就觉得我可以，我完全可以接受了哈。你们也需要参考，我也不会刻薄的说，哎，你们上网去看就好了哈。但是你这个科目写的是机器租金是属于 hardware 的地方，这看不懂啊。这个你们不解释清楚的话，我就要算了。谁可以解释？讲清楚了，那个是机器的租金，还使用它资讯的租金，还是两个都包括？都有，包括资讯跟机器设备都同时都有提供。像水府哈，这个我请问，那如果说硬要你猜呀、啊，这个百分比好了哈，到底是百分之多少是机器，百分之多少是使用它的资讯？他的报价不会这样分的，他就是一个你一年的费用多少，然后搭配这样机器提供。所以你，我觉得你的科目用的有问题嘛？你们这个负责的这方面的会计是谁啊？啊？是你啊？回学校去修修课吧？啊？这个科目，我们都看不懂哎。我跟你们市长，我们都是台北大学的教授，我们是看这种科目，真是好笑，你知道吗？三五十万，好，二十三案，三五十万，来，二十四万，费委员，省事好了，我们改冻结10%，这种科目比较简单。好。第二十四案，我们冻结10%。二十五案，请问你们研究发展些什么东西啊？新南向，可不可以这样讨？你只要讲对了，我们就一毛都不删。请问你们现在在研究什么？好，小心回答。研究方面最主要是放在我们编的《中英文联报》。还有我们有输出保险实力委员会付给委员的那个出席费，还有我们订购的国内外的专业性的报纸。这个跟要不要进行新南向啊，根本就无关。你们平常就一定会编这些年报嘛？是啊，平常就一定会做。然后你们讲这个理由是
要协助中小企业进入新南向的政策。如果说举例啊，你到那边去开研讨会，啊，这个是这是需要花费，因为你现在编的这些年报或者是你们的简介，把你的大头照摆上去，这平常就已经在做了，那你为什么会增加30%的预算呢？是不是？我给你冻结25%，平常讲算是很客气，因为说实在，我们是鼓励啊，你们去拓展你的业务，新南向我们也是鼓励的，但是你告诉我，跟以前做的是一样，只是挂了一个哦，我现在是新南向，所以我预算就可以增加30%，这个好笑，你知道吗？好，25万，我们冻结25%。No， 这个不是光冻结了哈，这个三两百万，总共200万，他一共编，总共一共编200。210万，210万，好，那就350万。不是，哎，我跟你讲哈，真的是你要讲出一个道理来吧，因为编预算不要，哎，拿一个尚方宝剑。来，有没有办法说明？通过。是二位。抱歉，是不是可以为止原来冻结25%的部分？我再跟大家报告哈。事业单位的预算是这样子哈，我们删了不是进删回国库，删回还是在他们基金里面，然后过一阵子呢，他去办个研讨会，用一个新的科目，因为预算已经审完了，那怎么只有用补办预算？补办预算最后我们看到的时候决算进来了，他钱还是一样花，各位，所以删多少或多啊，不是。我们到最后再说吧，到最后的，所以删多少或动多少，对他们实在是没有影响。各位会哈，真是白做了。所以我说，我刚才我说希望速度快一点。不是，我听完费委员讲，我想离席回去雇光头发了。我就坐在这边。对啊，好，25万，350万。来，2627，费委员这两个案是一样的。26、27案一并，通通冻结，冻结十分之一了。好，2627案合并冻结。因为啊，哎，我跟你讲啊，麻烦了、啊，麻烦，真的哈、啊，麻烦你们以后说明了、啊，不要用碰风了，好吧？务实一点了、啊。好，来28，我再跟各位委员报告啊，输出入银行当初是我把他救回来的，你知道吗？啊，虽然我对你们是有感情的，但是写的务实一点，好吧？好，请输出银行注意。再来，我们28、29案都是员工优存超额利息。余委员跟黄委员的提案，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送院会通案处理，好不好？有关于超额利息的这个部分，可以啊，可以啊，可不可以？好，因为还有央行啊，好，所以不止这个部分，是还有关谷的银行。好不好？这二后面一样，就有28、29案的话，我们就通案送院会处理。再来30案，是上海办事处，对，所有上海办事处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全部通都冻结，好不好？按照前面的原则，然后。对不起，三十案比较特殊，三十案还有一个伯恩联盟首长会议的这个部分。好。好，有关于伯恩联盟首长会议的这个部分跟前面，那个部分的话。并案处理有关于上海办事处的这一个部分，30案、31案、32案、33案、34案、35案，还有37、38、39，都是上海办事处的这个部分的话，通通都全数冻结。然后，36案是总经理坐车。我先问一下，这个不是针对总经理个人啊，所以总经理个人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意思。我现在的问题是，
你们现在到底有几台车，然后有几个驾驶啊？是车比驾驶多的状况，是车？因为我看你们现在上面的是车比驾驶还多的，处于一个车比驾驶还多的状态。现在这样是没错，但现在因为你车有够用不？所以你现在应该有十台车嘛，只有六个驾驶嘛。是。你剩下四台车要干嘛？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个驾驶算是公演哦。那公演如果说，因为我们最近有几个公演，譬如说往生啦、不那个离职啦、退休啦，那公演的任用很难，所以公演没有办法任用情况之下，我们现在就是用委外的，就司机从那个人力中介公司那边去找司机来。那这个不是马上就请得到，有时候登报纸去招人啊。那你们现在这十台车子使用状况是怎么样？其实我们的车子都老旧了啦，其中有八辆已经超过九年了。那八辆超过九年，是不是？都是老车啦。那老车其实我们也想说，那个都非常耗油，尤其常常在维修啊。这车辆有一定的标准，这是几年报价？十年。不是啊，我现在你如果再买多买一台车子，你那个司机要去哪里请？一样委外的，一样委外派，是不是？是。好，没关系，这个案子哦，我撤回，没有关系。好，第36案，撤案。那好，那我们输出银行的这个部分就已经完成了。这下面来，我们台湾金控。我们现在换台湾金控，好不好？来，赶快！好。来，我们台银第一案，代委员的提案。关于印刷广告，我先讲一下我的一个大概念哦，因为刚才黄太兄我们老费讲的那个概念呢，事实上大家都应该了解了哈。国营事业我基本上他怎么用我都不会有太大意见，所以每个委员针对哪个科目我也不会有意见，但是我最在乎的就是说。他那个结语哦，各位啊，我跟各位大委员报告啊，他们都故意低编呐。有一年有把他加50亿哦，他也加了啊，也做到了啦。所以哦，他们的盈余都哦，弄给升啦哦，就是说把它编得很低哦，然后到时候就哦，都达到目标达标好多这样子啦。所以我有一个案子啊，其他你看我的提案几乎都只是冻结，跟我对财政部跟金管会我的态度做法完全不一样了哈。我很坚持的是第五案了，那个要增加30亿了，哦，其他的都是冻结而已，像第一案都冻结。我只讲我的概念，先讲一下。所以你看我今天都非常都不讲话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国营事业给他弹性大一点了，他毕竟不是行政机关，他不需要给他绑手绑脚，但是很重要的，他是国营事业要赚钱。要替国库负责，啊！而且何况刚才老费讲的那一句话，那是神来之笔啊！你现在33还是跑在旁边去嘛，他还是可以拿来用啊。所以3等于做白工了哈。所以但是还是要3的，各位有什么那个政治含义或者是那个意义哦，很重要。说这个东西啊，你乱搞，这个还是需要，这个我都尊重。但是我个人，我最 care 一个是。我要他盈余增加了，他编那个都太少了，我觉得增加30亿。好，先不先一样一样走，我只把我的概念讲完，也要解释为什么今天都点点的原因呢？也跟各位解释一下。好，费委员，我非常非常赞成这样的看法哈，就像我跟各位报告哈，以前我们在省事业单位的预算，举例像烟酒公司，你的所有的。费用啊，我通通不动你，但是我要增加你的盈余啊。那时候增加盈余10亿，增加盈余，当然他的业务费用必须得增加了哈。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先，我非常支持我们赖委员的看法啊。其他如果说这个案子过了，其他的我也没有太多的意见。
但是先要把它讲清楚啊，这个收入是什么收入，把它定义清楚哈，免得可以做坏，到时候他去 处理的一份资产啊，处理一份资产增加这个业务收入。就像我昨天在问他们，他今年增加了一笔业外收入120亿，还是130亿，哇，我增加收入那么多，那是一次性的嘛，对不对？那是处理你的资产嘛。所以要讲这个收入啊，是指营业收入，加清楚哈，营业收入30亿，我剩下全部改成冻结，删都不删你的。好，如果我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才符合我们的要。对，我说他们去处理一个一笔投资案，我举例，我投资在这样子举例啊，我投资在土银啊，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投资，多投土银50亿，我把它我不要做多他的股东了，那我做收入增加50亿啊，是不是？那个收入不算，想清楚营业收入。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赞成先审第五案，然后再来审这个支出，好不好？那就是大家如果说要给他这么高的一个达标的目标的话，那看是多少让他去增加他的这个收入，那后面预算再来处理。我建议先处理第五案。谢谢。来，罗委员。这增加的话是鼓励他了哈，多多来努力的。那以现在这个董事长的能力啊，应该也是令人有所期待了哈。不过这个要了解一下，就是哈，这个在那个营业，因为你的营业方面的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你增加每一亿的话哈，因为不是你做的都赚嘛，你赚的，而且现在好像是利率也蛮低的哈，我想要请这个是不是说明一下？等一下，有没有那么好赚？我们委员说明完了之后再请他们做说明一下哈。好，有没有那么好赚？一个就是哈。事实上我觉得台湾现在整体的金融大家发现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银行都说好好好、啊、明明它的净值就12块，为什么它股价是8块？为什么银行感觉都赚很多？其实它隐藏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要打呆啦，它要背体呆账等等来因应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预放比啊，从以前大家努力啊降到 0.1 级吧，0.2 级是不是29哈，已经很低了。可是最近退票什么都增加，那个到时候是不是你所有这些赚的部分要提一些这个准备？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好，那个曾委员。刚刚几位委员提到了，我点。其实刚刚赖委员费委员。还有这个卢委员，还有罗委员讲了，我都赞成哦。但是其实，我的角色比较多重。为什么？我当过台湾银行的董事长。那你要利益回避啊！你不应该再坐在这边，你不应该坐在这边啊！专业，没有一股都没有。我讲一下了哈，因为，我赞成，因为。每一年我们这个盈余都是每一年都大概基本上随着经济成长率都增加了，但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要讲这事实，那等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因为这涉及到比如说现在台银大概8000多个的8700位员工的奖金，为什么你知道？你说兆丰今天这两天报纸说兆丰最多多少7.7，那今年我相信5-6个月都没有问题了，但他最多4.4啊哈。那其实我觉得，我也希望啊，董事长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尤其你能力很好，好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哦，能够看能承受多少。但是这最后其实他们都不 care， 最 care 是8700位员工的奖金啊。谢谢。这个是待会儿我要谈额度的问题啊。重要的思考了哈，这个台银的员工啊，除了董事长、总经理以外啊，这个都很认真了哈，所以他们两个不他，所以他们俩，所以我跟你讲哈，所以我们增加他的营业收入啊，不要影响到他的年终奖金或考级奖金，董事长、总经理除外，
从这样总结出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啊来看他们两个努不努力。我昨天在质询的时候讲，他去年啊，啊不，今年105年，他的这个收入营业获利啊76亿，明年编了77亿。我说你只增加1亿，那就不是代表说你没有能力或者是愁用来的嘛，所以要加重在董事长、总经理的身上，好不好？阿宝兄，我们待会儿不一定要增加30亿。举例，我们增加10亿，你一个人要背这个成长的这个压力嘛？如果没有影响到员工的年终奖金或者是考绩奖金，比照去年一样，你们两个就要考虑了，好不好？来，我这边再讲一下哈，就说我觉得每个委员讲的都很对啦，哈，这么看重我们新的这个吕董事长，能力非常的好，哈。可是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台银的体质不是一个董事长一进去之后就可以完全翻转的。我们其实也知道台银背负的很大的政策的使命跟目标，更不是民营的银行。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随口30亿是不是有点信口开河哈？这是要讨论的。那另外就是说，哈。这个我觉得就说，其实董事长可以谈谈，就说现在目前台银哈遇到这个包袱是什么，然后要配合的政策是什么，怎么样带领哈陪伴我们台湾的经济可以走过一个低谷哈，那也请董事长解释一下。好，那吕董事长是不是做一下说明跟回应，好不好？好，谢谢各位委员，这是我历年来参加这个预算的这个讨论里面，让我觉得最理性的一次。所谓理性，就是说我们里面需要这样子讲，以前我们都不是，所以你不要讲这样子，麻烦你这样子讲，我们会翻脸的。好，那请让我把说得清楚。我意思是说，你这个意思就骂到费鸿泰、卢秀燕、罗明彩、赖世宝，骂四个委员，其他委员没有骂哎、欸，以前因为我们四个都给他见过，其他都没有见过。没有，我董事长注意用词好不好？好，前面擦掉，重新开始。重新来看这个，我感受可以在这里大家都在谈，为了整个国家、整个这个银行的发展，这是我应该说我很感动的地方。那在这里面呢我很谢谢大家的对整个银行好金控的这个理解，这个非常感激。不过在这个就是说，我也很认同，就直接从盈余里面来思考，因为事业单位原本就是将本求利，我们要考量的是营收跟这一个费用。但是以现在的体制来看，我们每这一个增加这一个100亿的放款，我们大概只能收到5900万的利差，然后呢，这个利差还必须背负很多的费用。所以实际上我们每多做100亿的放款，我们实际所赚得的不到2000万，这是一个事实，要跟各位委员们来报告。30亿的话就除以这一个大概要做到6000亿到8000亿以上，还要看费用率的如何。那我知道同仁们真的是很努力，这一个包括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对输出银行的这一些讨论里面的每一个科目，我看的这个真的每一个费用大家都非常的节省在使用，这是我可以跟委员们报告的。那如果说让我们说，我很直接说，如果让我们说我们来努力，我们是不是说我们的盈余我们增加个2亿，好，这样子的话，我是因为我不太会讨价还价，我是直接说这是我们可以努力来做到，我们要赚到2亿，我们要增加1000亿的放款。真实的跟各位报告。我讲哈，你讲的哈好像对，但是也真的是代表很外行。我举例哈，你们现在最要增加的是提高你们资本市足率嘛。你的前任李继珠啊，到我们财委会，不管哪个党的委员，求爷爷告奶奶，让你们的盈余不要去缴库啦，用种种的方式增加你们的资本，你们的资产，你们放款，平常讲马上就增加很多了，就上千亿了，
对不对？你不要讲的好像那么好像那么辛苦，没，你现在指数有的东西你不能放款，有的法律你们无法突破，这就是要考验你们两个人的能力啊，对不对？我不是在陈平的时候让业务员大家出去放款，你要先把你的资产把它活化掉了以后，然后你就要拜托我们 跟你们增资，然后增资每增加一块钱你可以当十块钱用去放款，目的是在这里啊。你就讲你的责任是推给所有的员工，员工们你们好好努力，你们努力完了我们一月收入会增加，你讲出来就讲得让我听得很外行的话，你知道吗？罗委员，谢谢主席。现在啊，美国 FED 啊，他已经这个升息了，增加一码。那我想请教一下哈，他这样的一个联动的话，对台湾整个银行这个利率的部分，会不会有一所变动？如果增加的话，市场如果他增加一码，台湾也跟着增加一码，或者是在未来下个年度啊，可能增加到三码以上的话，市场对银行的这个经营哈，这个情况。你可以说明一下，留一点给你说明的哈。他也不知道，那你的利差马上就增加了，要用很多方法，不是只拿着鞭子去督促你的员工，你自己在家里休息。董事长、总经理，如果这我刚才意思说这样子来当董事长、总经理，什么人都可以当了，你知道吗？对对，努力是一定要的了哈。但是我现在想要有一个点哦，就是请董事长说明一下，那就是原来是8%的部分哈。那个部分啊，这个历史的这个包袱啊，那个都不会动，那个不会动，哦，所以就是你说，你原来如果说是赚100亿，那可以支援那个，今天如果说100亿经营困难变成赚90亿，那你还是要支持90亿的那个18%、啊，对，可以说明一下。对对，这个哈，我想我把我们经营的现况，因为我是直接从台银继承一直到。一直做了30年了，那我自己的感受，那当然台湾银行因为背负很多的政策性任务了，那当然政策性任务我们不要讲很多，我们只讲优惠存款就好了。那台湾的优惠存款每年要负担90亿至100亿，有时候到超过100亿了，那我们简单用一个概念100亿就好。那如果从90年开始负担到现在是15年，15年的话，那换句话说，盈余是我无端的就跑掉1500亿。这个话，我对不起，很不礼貌，打个岔哈。我们在考虑你的营收这个部分是不考虑的。哦，对对对，我们都把你们还原了。啊啊，哎，这个我你的职务是什么？对，我们都把你这个部分啊。哦，没有。哎，魏总监，我跟你讲，这个部分呢、啊。财委会的委员不管哪个党，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这个部分不会考虑的，你是要都帮你还原的哦。哦，没，我听稍微听我解释一下哈。那这个150亿哈，没，这1500亿哦，照法定准备来讲的话，银行法规定的要提三成的法定公积，那这三成的法定公积哈是要留在我资本上面的。那 你不需要再讲这些东西好不好？这当然你讲让我们其他委员听听，但是哈，去年跟前年所有银行的盈余要缴库，只有你们例外哦。那是财委会像那个吴品瑞、徐天才，我跟赖世宝，我们那几个是支，还有我们大家都支持你们的，给你们一点优惠哦。你不能只讲说你们的努力，没有讲说我们给你的优惠吧？对对，这个非常谢谢委员呐、啊。这个部分我刚才讲吧，这个部分会给你还原的，那个、麻烦就不需要浪费时间，好吧？董事长、总经理，好。不过，就是说，不过这个因为哈，这个曾主委哈在这边了。银行的经营呢、啊、是这样的，真的刚刚总经理讲的这个哈，是经营上的一个重要的考量了哈。当别人哈如虎添翼的哈。他一套资本啊，他已经做8倍以上、9倍以上，你那个就框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是1500亿就冻结在那个地方不能动，好，所以你们现在那个利差的点数大概可以赚多少？59点。好，等一下，那个董事长、总经理，好，我们就营收的状况来做说明，好，其他的东西或者是 A、B、C 的东西不用再谈，好不好？就我们这两年实际的，就是说营收的状况，那赖委员的提案可不可以达到？
就事论事讲，我这样讲、哦、讲重点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台影的长官、哦、不要去讲一些五四三的在转移目标啊什么的、哦、这个18%已经 N 年了 ，N 大于十啊 ，N 大于十啊，十年了，你不必再扯这个，因为它每年都是固定，它等于是一个固定的。我们没有真正这个东西就跟今天这个没有关系。以前这样子，以前的，我现在讲一个过去的历史哈、哦，以前也是这种情况，也是要负很多的政策任务。然后以前台影的预算提出来，他们都把那个标准都拉低，我们加上去就加上去，他目标最后都达到。我就告诉各位这样的故事，最后都达到，所以他绝对有加的空间啊。这个董事长2亿也是让各位再加码，哎，这这个东西很客气的，他就是让各位再加码。这样30亿可以往下调，但是一定要加，一定要加，不能够就这样子给他那个。因为我已经讲了，你怎么用度我都尊重你，你的我愿意当其他委员我尊重，要他们要砍你什么科目我都没意见哦。但是以我立场，我其他都通不动，最多冻结你，其他的让你有最大弹性，你最大去运用。甚至于连刚才那个费委员讲的说，只有营业收入这一部分，我建议也可以做若干的放宽，把一两个排除就好了。比如说卖土地不算，其他都算了，其他的投资都给他算都可以。因为台语你注意看到过去历史，过去有几年很赚钱，为什么？拼命卖土地，拼命卖土地就拼命赚钱。这个东西我们要把卖土地的除掉，其他的呢，他投资什么都给他算，不是只有业务。不是只有放款的赚了钱，我是说其他你赚了钱，你有本事去投资，我都可以接受，我都可以接受，好不好？我问一下哈，今年盈余哦，那昨天会委有提到，那是有意外收入嘛？今年除掉意外收入，预估多少？哈，这今年的哈，那去年多少？结算多少？在这近三年多少？列出来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是说你今年把那个业外拿掉，那去年多少，前年多少，这个跟各位委员讲一下。好，谢谢。这个去年的决算的数字是、扣除一次性损益的话是62亿5000万，那今年一到十一月呢，税前是160亿，但是如果扣掉高雄硫酸钾132.6亿的话，是28.7亿，这是扣掉一次性以后。就说也把业外的，就是这是，哎，就是一次性的利益。那今年呢？啊，这一个啊，明年我们编的原来税前的这个净利是66.2亿啊，我们是假设没有一次性的话，就是66.2亿这样子。税前，对。来，罗委员，这样子啊，我是希望说，当然越多的话，大家觉得是越棒了哈。那我也不能随便讲说，哎、欸，100亿就太多了哈。那30亿，我觉得可以来讨论一下了哈。刚刚那个数据讲起来的话，我算了一下哈，你总共大概要营业的这个能量要做到6000亿啊。请问你有几个分行？你再除下来，等于一个分行哦，等于要请他们要多去努力去抢业绩哈。那算起来是这样，这个是6000亿太高了啊。那我赞成那个。宝哥所讲的，那讨论一下，降低一点可以，比较实际一点的、啊，因为讲高的话你达不到也没用啊。好，各位委员，我们先，我再补充一下。好，等一下那个余委员跟黄委员之后，我们让台银先做回应，好不好？嗨，好，余委员，对这个费委员，然后卢委员，还有这赖委员，不好意思，刚刚我讲话比较重哈，我想你们都很专业，对，然后也是希望说我们台湾银行可以创造更多的绩效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就说，因为之前我自己也经营公司哈，我常常觉得对不起，董事长是最不需要的人。那最重要是说在于说分行啊、总行啊、各个事业单位，好，在这个新的业绩的带动之下。好，而且要全力的配合，才有可能说达到一些业绩的预估的可能。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啦。那当然就说，我觉得大家都期待新的董事长上台之后，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规划，好，带动我们这些绩效。所以我觉得就说好，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请董事长好，我们务实一点，好，就说谈一下台银有没有什么可能好。新的业务或者说什么样的方式，那在这个合理的预估下面，这个营收可以再提高多少这样子。好，黄委员，
麦克风。我觉得按照他们现在所编出来，明年税前，刚刚董事长是说预估是66亿嘛？那我觉得那个赖委员还有刚刚其他委员讲的都蛮有道理的啦。那是不是抓一个比例啊？譬如说你们再多做个10%，会不会有困难？如果10%，大概就再多6亿嘛？那是不是董事长这边能够再多考虑一下？嘿。我具体建议一定要增加了哈。那请问一下，这个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多少？等一下，至少要跟经济成长率一样啊的比例上去才对啊。好，等一下，我们让各位委员，我们先让台银做一下回应，好不好？董事长，我想这一个谢谢各位委员，这一个我们谈的是盈余嘛，哈，不是税前盈余。我想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可以从66再增加2亿，那就是3%了。好，那我觉得这个，因为有一些是很难增加的，譬如说我们做了很多放款给县市政府，那一部分是很难增加，利率也不太可能去变动，价跟量都无法，那一个是就是一块在那里。那所以呢，我想如果整体我们税前盈余，我们增加个2亿，我们来努力。好，我想这一个我们这一个是可以接受这一个目标了啊，谢谢。这样子哈，那个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哈，我们这个阿宝兄啊，30亿啊，当然是高度挑战了，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啊。刚才黄委员提到10%就是6亿嘛哈。这个我刚刚来跟我们可以这边可以讲悄悄话，因为讲啊不，因为我们两位都想跟美女讲话，所以我们就以她为核心来讲那个悄悄话。我们也建议5-6亿了哈，我们也建议5-6亿，是不是啊？干脆我们人心宅厚一下，我们就增加5亿好了，可不可以，黄委员？好，那就不要讨论了，增加5亿来。来，总经理。而且我跟你讲哈。我们也是增加税前呢，不是税后哈，税前啊。税，我跟各位报告，好，我请我们这人员去查哦。我们在103年增加了2亿5000万，哈，104年加200万，105年加120万，这样子的，给大家参考。我建议一下了哈，但越多的话越好，但是一定要能达成的哈。那我想请一下董事长哈，你因为你当过部长啊。部长等一下讲没达成的话很漏气啊，你真正的实际为国库可以增加哈，你来努力的话哈，你讲一个合理的目标啦，一定要达成啊，你不达成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当过部长，部里面很多人你都认识，你给他们去要一些优惠嘛，你去跟他们要一些法令上的优惠。自然而然，你就很容易。这个不是让拿鞭子抽着员工，你去给我找客户。那个董事长回答以前，我再讲一句哈，我跟你讲啊，我知道你心里啊 ，more than happy 的，这个叫 piece of cake， 这样。好。台语我就吃狗啊啦哈，吃狗啊那样无意啦，这么、啊、等一下，一定可以达到了，绝对可以，真的。各位委员，这一项我们已经讨论了快30分钟啊。好，然后咖啡来了，请大家先用咖啡。主席要上厕所，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们休息5分钟，好不好？税前盈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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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话，他那个那个收入部分要跟着调，都要调，那个成本那个时候都要调。啊，不然你不能你营业怎么增加？那就等于费用那边是不是要减少？科目要自己调，对呀、啊，要调。哎，科目要配合调，不然的话。你就是给他说那个卖土地的不能算他其他大家自己调了，哎，他限制在说卖土地的不行，其他自己调。容易增加。啊，资产可以，就是啊，对了，卖房子也不行了，就卖资产都不行了，卖。请问他们台湾人寿股有没有？他们是大股啊。我们百分之一百，那你就所有资产都是台湾人寿，台湾人寿，台寿保到中信啊，他已经卖给中，已经卖给中信了。你们有他的股份啊？那是卖掉了，卖到中信只有已经卖给中信，大概1%的中信的股。已经卖掉了，1.7%啊，那是价值。如果说你能做呢？处分掉，对，1.7%就是，它是十几亿，它是台寿保去换股啊，对，换股，对，万一你去处分那个股份呢？资产处分的我们的股份，对，要试股，要编预算。我对事业单位最不相信的就是我追加预算。没有，我现在还憋着。以后盯没有加预算，我不敢去上厕所。追加预算以后怎么进来的？我们都赢了。那个，其实他们现在可能正在做这件事情，因为预算都是呢，我在预算里面没有。我们正在审，他们都已经在花钱了。然后最后怎么办呢？预决算进来，我们预决算谁去给你吸掉？对。我们3.8亿，总共70亿，对，70亿啦，就加3.8亿，好不好？啊，但是所有都要自行调整，要调。收入费用要调，收入费用要调，对，要自行调整。我知道，好不好？其实他对银行的业务非常熟，作为银行局长，你让他。你就每天逼他好好想个点子不就好了吗？好，可以啊，可以，我就可能去上厕所了。研究70亿的，那收入费用他自行调整，科目他自行调整。就是增加3.8亿，但是费用啊都要调。税前盈余就70亿，科目自行调整，好不好？就是不能卖，但是你卖资产，它是包括资产它都不行，它是包括那些股啦，你持有的，包括资产后不算。你卖房子也是要编预算。你卖股份也是要编预算，所以资产处理不算。对，好，资产处理。我同意，我可以跟您保证，台银我来了以后，除非这一块地是夹在人家当中，我们不处理，人家没办法盖房子。那个部分，我觉得要为了社会，其他我一块地不卖。我讲，不是，我已经跟同仁讲过，其他地也不是不可以。举例啊，你们有些资产闲置在那里，对，所有关谷银行里面，不要讲，只有你们有一个资产中心，因为要活化，要活化资产啊，要活化资产。我已经跟同仁宣布过，我一块地不卖。你卖可以，但是不要并在盈余里面。对，不要，那个是业外收入。对，而且基本上。现在国家规定500平以上不能卖，不能随便卖。都这财委会做的决议，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可是你国营事业有时候他有说规范吗？没有。一样，哎，500平以上都不能，哎，500平以上都不能卖。我们国产级。那个决议是定在那个。哎，主决议对国产署那边，国有财产都不能卖。共用非共用都不能。哎，对啊，其实适度的可能要检讨。我。哎，对不起，我刚刚讲那句话不是说人的理性，我是说 logic， 我非常感谢。打不起，我们这个老的人待在这里。不是，对不起，无锡。但是因为也许哈，讲话就我真的是很希望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比起那很多傲慢的，你看看他算是好了。对，因为有的多傲慢啊。对，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好，谢谢。没有，我觉得今天感谢今天
这个会员的做了这一个，我想今天我们是国家的里程碑啊，直接谈盈余。对啦，其实最比较好了，就是增加盈余，给他一个目标了。哦，是这样看。我喝水。对，有了。这边我也会感谢他们干活。哦，跟贵委员，好，以后我们比照办理。我真的除了礼拜天早上去教会以外，我六天半都在办公室。我听到啊，以后咖啡要先送吗？一件好事。啊，以后咖啡要先送。加紧。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每天24小时工作，我们现在考虑的是 efficiency， 是你的效率。对。你政府在做别的事情是考虑你的效果，这两个你们是因为是关100% 的关谷，这要考虑。至于啊，休息。陪太太陪小孩，我觉得你应该排在很高的priority。谢谢。你心情才会愉快吧。对。像我们卢委员，如果他老婆不请他吃饭，他就生气。哈哈哈哈哈。扇你们一顿，这小老婆要常常吃一顿，这家庭和乐。对。那我老婆这样才会费用，因为他们要买单啊。哈哈哈哈哈。那我心情好啊。谈好了。就71哦，一共加到70，好不好？要问一下阿宝。那我们就这样子，就是说，增加到70，然后我们把它分到各地。好，那我们继续开始。我把时间追回来，那个卢委员的糖，要不然我吃不到。这样子啊。如果各位委员，尤其是我们赖委员同意的话，那当然我们税后盈余啊，不，税前盈余啊，增加到七十，但是（括弧）啊。处理业外收入啊，含资产处理除外，好，好不好？那请那个议事人把、就是、我那个不是收入了哈，叫做税前盈余，税前盈余，刮业外收入除外，增加至70亿，七十亿元哈，括弧业外收入，业外收入，例如资产处理除外，排除在外，好。好。我们这案子就照就修正后通过，好不好？第5案，那然后科目的这个部分我们同做调整，好不好？没有什么科目，就这样而已啊。收入跟支出的这个部分的话，并同调整。那然后我们，那个部分的话，我们自己的来做调整，好不好？好，感谢委员们的支持。我们的话呢，就说。这一个我们对国会负责，对政府负责，然后这个70亿我们努力达到，然后至于说里面的费用收入我们自己调节，然后一定把它做到。那这一个至于说有的是在银行，有的在人寿，有的在这个证券，这些我们都完全调节。是，讲清楚是总额度不变，对，是费用总额度不变的话，允许你们科目自行调整，好不好？这样。就是费用所有的费用并没有增加，好，额度不变，科目让你们自行调整，就是按预算这里。好，感谢。不是，那其他委员的意见你们要给他处理啊，不然其他委员的意见你们要不要处理啊？大家调整一下，你们要处理。他有的意见还是要尊重啊，有的委员啊，没关系，我们等会再 run 一遍了。不 ，run 一遍了，我觉得还是 run 一遍了，好不好？对，这个精神放大家手上、脑上啊，然后就走一遍了。我们基本上用这样子的原则来看下面的提案，罗委员。这样加起来是大概有多少？5亿还是多少？要增加3亿8千万。3亿8千的，大概将近6%。好了，那这样为国库啊，为国库增加了3亿8千万。你看，我们开个会就增加3亿8。好，这样子哈，不错了。我可以表达一下吗？对不起哈。第一个哈，我觉得刚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论辩了哈。我们怎么样就是透过我们审查的过程当中激励国营事业的负责人，那大家更加努力啊，更加努力啊，去增加这个盈余，然后增加国库的收入，这是个很有意义的论辩了哈。那所以并没有意思说在为难谁，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论辩。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达标的过程当中，那要考虑到刚才费委员特别提到，我就非常赞成，就资产的处理方面，你不可以拿卖一次性的东西然后来当做这个哈，这个东西要讲清楚哈。那其他让你们自己去调整。第三个哈，这是我额外，因为我是媒体出身，比较喜欢观察哈。刚才我们这个5任的立委哈，问一下那个。总经理在讲话的时候问说你是谁呀、啊？我建议哈，财政部最近很多的官员哈，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达成这么好的协议，是因为我们的吕董事长过去担任财政部长任内，其实以我自己来讲，我六任我对他蛮肯定的，所以他在没有担任官员期间卸任以后，我碰到他我会跟他打招呼，有的官员我不跟他打招呼，傲慢的不得了，或者是不专业，可是他是我少数有一次在高铁我碰到他我主动跟他打招呼。那他自己在当部长任内，那他自己本身，我想他本身他的专业跟努力跟态度非常重要，所以才会今天会有这样一个圆满结果。同样的，我也希望财政部去督导哈，我们各国营事业各单位的负责人应该跟立法财委会委员多多互动。我们的台银的魏总经理，我是第一次认识你，你在台银30年，我真的不认识你。刚才费委员五任他还问说你是谁，所以我是建议啊，你们新的这种国营事业的负责人或者是你们重要的官员上任，应该跟比照过去的惯例跟财委会的委员自己本委员会的委员多多互动，平常就应该来进行政策的说明跟政策的说明哈，或者是平常有业务就应该来就应该有业务进行交换。那否则大家都在这个地方时间非常的短，空间又有限，譬如说刚才总经理几次讲话大家都不想听，觉得他没有讲到重点，为什么呢？因为他平常那些事情是他平常就应该来沟通跟进行处理的哈。那所以可是我觉得现在啊，现在官员的确非常傲慢，金管会主委上任到现在没有拜访过所有委员，我是没有被拜访到，我不晓得副主委上任我也没被拜访到，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刚才我听到魏那个费委员在问那个总经理说你是谁，我是心有戚戚焉呐，所以未来平常怎么样增加，我看那个吕董事长今天会有个好结果，是因为他平常非常努力啊，那才会给一个董总做他本身平常的专业跟态度会给他这个国营事业或者是我们的部会哈带来增值的效果，他是一个典范了，大家要参考一下。好，那个政策。等一下，等一下，先让政策说。那个谢谢卢委员，我想卢委员的建议，我会财政部我们一定会就遵照办理哈。那未来也会跟财委会各位委员我会带着公股行股的。好，我们再加强，好不好？加强，谢谢。好，这个不那个。我们看是委员的需要了，好不好？好，没事，别来。好，谢谢。双方了解。这个因为这个但是我这里因为刚刚会计处长提醒我们说，因为在原来的66亿里面呢就已经有编列8亿3000万的资产处分的利益在里面，所以呢是不是说这个还可以含在里面计算，因为如果突然因为我刚才发现哈，因为这个如果扣掉的话，这个对对8亿3000万以外不在不在讲一下那个你们要处理的资产是什么？这个部分是不是？念过去。我跟你讲啊，银行啊，我跟各位报告哈、啊，银行的实务啊，你就像一般民间银行，我要今年要发股利多少，那都这个账啊，我跟各位报告都可以做出来的。你不会做账，我来帮你做了。真的啊，那个账都可以做出来，所以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灌水在这里面。我没有仔细看，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处理资产是多少？那个是我们在大同区、哦、有两个地方哦，都更啦。那都更因为上第三户、哦、第三户上面有一些、要处理、哦、啊，这一个这一部分因为参与都更哦，那需要标手。好，可以的、啊、好不好？这样吧，还把它写定。原预算书编列的、哦、处理资产。资产处理资产的收入可以列计，可不可以哈？其他的不可以再增加了。有，我跟各位报告，他们的资产很多哦。台银的资产哈、啊，我们都已经把它变成他的土地都可以变成他的资产了、啊。所以说他的资产多，他在资本市足率才能达成。还有一个，台银在政策上举例像。台湾人寿他们有很多的股份、啊、现在并到中信那边去，他股票也可以卖啊，这个都叫资产啊。啊你这70亿的这个盈余啊，让你那个8亿多包含在这里面，其他的不可以啊，其他的不可以。
好，除了原列资产处分的之外的话，不能够再做增加。我的意思说，不是让你们在麒麟地不可以处理，可以处理，但是处理的盈余要扣掉。好，我们下面进行台银的第一案，有那个这个冻结没关系了，这不是不删了吗？就来报告就好了，好不好？改动、报告就好了，冻结，不是，我们就冻结，科目还是要。我不有贼哦，贼哦。这个是银行跟保险证件三个哈、哦，三个加起来的哈、哦。广告费。不，一这哈、哦，那个。啊，我冻结没有三零毛钱的，一毛钱没有三。还在冻较久嘞不？啊，十分之一。十趴了，十趴。十趴。好，第一案冻结十分之一。第二案。冻结，来就一次嘛，人家我们想看到你们。我们的意思是说啊，这阿宝兄的意思是说，都不删，改全部改冻结了，好不好？然后你们一次来报告就结束了嘛，就好、那个。第二案冻结十分之一。李董事长，你不要令你来，你财委员们多来，我们想看你们就多来一下。第三案，哦，那个超存，第三通那个通案处理，余委员可以吗？好，优存利息通案的，余委员 ，OK， 好，第三案通案处理，好，第四案让委员刚刚施玉芳委员。是我在这个部分改主决议，好，没有他改主决议，好，那文字做修正，好，文字的修正，第二段的第三行皆未签署的这个部分的话，改成应导入赤道原则之精神，以为表率，并请财政部研究泛公股金融机构导入赤道原则之精神作为授信投资之基础。好，我们做这样的修正。等一下，我想加一下，因为我也是这个提案的委员之一，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期程？就是说，这个导入啊，这个、精神，在什么时候开始？嘿，事实上，从我们就任来，这一个隔天就开始了，因为那一天我到就任的时候就宣誓，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加入赤道原则，因为是一个这样的银行，政策性的银行，所以呢，但是我们一定用这个精神来做事。好，这是好，谢谢。好 ，OK， 那我们就做改为主决议，好，然后做文字修正，再来第五案刚刚已经讨论过，然后第六案费委员，第六案服务费，等一下第六全部都不删嘛哈。不管这冻结多少，我建议了，全部大家统一标准了，全部冻结十分之一了，好不好？好，全部。喂，谢谢。所以第六、七、八案费委员的这个部分，我们通通都冻结十分之一。第八案哦，是一个那个我们的那个员工训练费用哦。好，撤案。好，谢谢。第八案撤案。六七案的话，各冻结十分之一。黄委员也是优存，第九案优存利息通案处理，好不好？好，谢谢。再来第十案，这我们同意。陈赖委员的决议，同意。那我们就照案通过。第十案照案通过。再来是，十一案，台湾银行会委员的提案。好，动十分之一，再来十二、十三、十四，十二、十三、十四，不，十二是水电费。也动十分之一，十三也动十分之一，好了。好，十二、十三各动十分之一，那第十四案曾委员有点。好，我们是不是十三、十四案并同动十分之一？十三、十四同一案嘞。来，再来十五案，曾委员旅运费，跟费委员的也是旅运费，还有黄委员都是旅运费，都是。好，那个黄委员可以吗？冻结是。第十七案的这个部分，在十五、十六、十七三案并同冻结十分之一，所以是用7900万当做基准冻十分之一，是不是？可以了，可以 ，OK。可以哈，好。我们十五、十六、十七三案并同冻结十分之一，再来十八案，十
八案，十八案是跟第一案一样的了哈，它也是第一案是动十分之一，这个应该并案对。第一案，好，我们十八案并同第一案冻结十分之一。好，再来十九案的专业服务费，魏委员，也是冻结十十九万，冻结。好，第十九案动十分之一。好，谢谢。然后第二十案，好，第十案动十分之一。第二十一案，也动十分之一。好，再来二十二万，余委员管理费用。对，余委员。没有啦，十分之一啦，我写错了。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各位数到二十，几乎白糖都每个月动一个。动一个月的费用。十月之一，还是要你的。我们现在每年是十三点五月的薪水，我们动十三。没有了，他倒数第二行是写十分之一啦，啊，标题写十二分之一，可能上面那个是 typo 了，嘿。好，二十二案我们冻结十分之一，好不好？再来二十三案，这也是，哎，抱歉一下，这个哎二十二案哈，这个是也那个是人事会的，涉及到人事会的部分的哈，我们可不可以改成说哎，向那个蔡会提出书面报告之后动之？好，谢谢。怎么样？就改成书面。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好，改书面报告。再来是二十三案，这个它也在管理费用里面的另外。二四二五二六二七哈都一起了，变成并到二十三案了。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六，哎，二三二四二五二六，这四个案子，我们并案冻结十分之一，是吗？三案冻结十分之一之后，后面的都十分之一的，他通通都在里面。我们对啊，我们就并案冻十分之一，黄委员可以吗？让委员的案子都保留在这里了。好，OK， 可以，好。再来我们二十七案，好，谢谢。二十七案也冻结十分之一，是，谢谢。再来是二十八案，谢谢。二十八案冻结十分之一，二十九案，二十九案跟前面那个一样，是员工训练的部分的哈，刚是直属，它是都是其他营结费。那我们好，二十九案撤案。然后三十案是优存超额利息，通案处理，黄委员可以吗？好，谢谢。三十案通案处理，送院会。三十二案，对不起，三十一案，三十一案冻结十分之一，三十二案同决议，同意。好，三十二案通过，三十三案。三十三案哈，这样子跟各位报告，就是说，这一个因为这是属于大陆子行，但现在因为整个这个经济情势尚未稳定，所以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先保留一块钱，然后将来我们再看整个经济情势怎么样？三十三是主决议，他没有，他只是一个主决议。不是，我跟大家说明一下，是你们那个每年都编啊，问题是每年都没执行，那编一个空的东西挂在上面很奇怪。我只是列一个决议说，请你们以后在编的时候不要这样胡乱乱编了。嘿，对，他前面都冻结了嘛，这里只是一个主决议，那个没有问题嘛。好，第三十三案我们照单通过。再来台银人寿三十四案费委员。好，三十四案冻结十分之一，三十五案黄委员大陆旅运费跟国外旅运费，冻十分之一，
黄委员，你说第35万？对，35万，才10万块而已，董事长。删了。刚刚，关老兄，我建议了哈，我们还是刚才第五万了，我们就 OK， 好，可以，那一样，那就冻10分之一，嘿。好，35万冻结10分之一，36万，曾委员，10分之一，谢谢。好，36万冻10分之一，37案，37案冻结10分之一，38案冻10分之一。39案。拿麦克风好不好？38案。39案了 ，sorry。就是39案哈，这个是说要2亿多。那因为这里面哈，事实上是包括了最主要是人事的费用占了一半，是人事费用。那人事费用不会因为我们要不要删它而改变。那陈赖委员，不是，因为上面的这个34案，这个如果已经要动十分，对，可是因为这个是大科目啊，这是下面的小科目，因为业务费用啦，就39啦，对，人事费用占最多。对，好，谢谢，这是人事费用，可以啊。好，谢谢。谢谢。陈赖委员39案撤案，再来是40案。黄委员，黄委员动10分之一可以吗？可以。好，再来，41案，41案冻结10分之一，42案，42案动10分之一，然后43案通案处理。43案通案处理可以。可不可以让我说明一下？第几案？就是那个哈42案，这个是在讲说员工要怎么样转型。那其实台人寿是比较特别，我们没有业务员，所以我只有管理人员，所以不会有这个员工要转型的问题。谢谢。好，42案撤案，然后43案我们通案处理，中院会。对。然后44案。决议案，我们会如期提出报告。好，44案照案通过，45案。没有了，好。赖委员的，谢谢。等一下，45万呢？决议案通过就好了。通过了，好，45万照案通过，46万，46万冻结10分之一，再来47案。47案也是10分之一，好，你们看，好，48案，48案冻结10分之一，好，49、50都是旅运费，那个卢委员，我们49、50案合并冻结10分之一，那个。你们要看清楚哦，过了就不回头了，好不好？再来51案，费委员，印刷装订跟广告费，怎么样？主席不好意思，我有个案子要回头，是第4案，第4案台银案第4案，台银的第4案，对，对不起，因为我刚刚看到最后，我都没有看到所谓十亿方的主决议在哪里哈。那其实我是提案委员，我根本不知道有主决议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些疑虑，想要问清楚，好不好？好，请那个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OK， 这个文字你看一下。不好意思，我看到了哈。那就是说哈，事实上我觉得还是留存一下国会记录啦，好，所以我还是讲一下，就说我们看到那个越南的那个越钢厂的那个问题哈，河内钢厂的问题，到现在事实上你们也是一个连带的一个单位嘛，那所以说赤道原则对于说这样子未来台银的放款来讲，其实还是有一些指导的这个重要性。
但是导入跟签署真的不一样。现在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有导入吼，那我想知道说为什么不能够签署？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理由，原因是因为我看了一下这边有个资料，好，这个国泰世华银行跟玉山银行都有签署哦，连私营的银行都有，就是私人银行都有签署吼，所以我希望说台银能够签署这个赤道原则。来，台银说明一下好不好？会长，在前年呢、啊、发生一些问题了、啊，当时张振和当商部长的时候，成立了签所有银行签赤道原则，赤道原则。那个我们是用哈、哦，建议是用我们先导入赤道原则，赤道原则的精神，嘿。就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接受。好，我刚刚就提到了，这个私人民间的银行都有签署，所以我希望听到的是说，你们给我一个期程，什么时候会签署，好不好？两个月里面提出报告来，好不好？三个月好了，两个月。可以，三个月里面提出报告来，好不好？就是我们刚刚的主决议要求，就是说三个月提出报告来，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进行。对，就是说就说增加一下，把三个月里面提出报告来。你们那个阿英把这个文字再做一下，就说修正跟顺过，好不好？然后刚刚对不起，刚刚进行到第几案？49案，49-50合并冻结十分之一。好，卢委员、费委员，可以吗？好，再来51案，费委员。51案冻结十分之一，52案。好，52案，十分之一，53案，冻结十分之一。好，再来54、55案，都是邮电费，曾委员跟费委员。好，这两案我们并案冻结十分之一。56案，装订广告，十分之一。好，56案冻结十分之一，57案。也是，是不是也是？57案也冻结十分之一，58、59案专业服务费，两案并同冻结十分之一，好不好？好，谢谢。第60案材料及用品费，好，冻十分之一。第61案油电费，冻结十分之一。来63案，63案旅运费，一共是70.8万。好，第63案撤案，啊，对不起，62，打错，62案撤案，63案专业服务费。冻结十分之一，好不好？好，冻结十分之一，然后64案的优存超额利息通案处理，好，黄委员刚刚也同意。好，再来我们土银，好不好？跟各位委员致谢，我想这是国会的。主席，对不起。好，谢谢。我等一下那个，来，我们台银人寿。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对不起，因为哈，刚刚啊，我们台银人寿的部分34、35、36，其实它是一个案子，因为34是它的主科目，下面是次科目。那我们跟议事人员啊确认的结果，它是如果我们没有讲这句话，说是合并在一起并案处理，它会单项去删，所以叫并案处理。那另外还有一个案子，就是有提到我们要到财委会来报告。那不晓得是要口头的还是要书面的？书面口头都要了，书面口头都要。那个这样子啊，那个拜托我写一个记，那个我这个就写了就列入记录哦。我觉得台银人寿要认真思考，一把它关掉，每年都亏本了，亏得一塌糊涂啊。好，那我们就外界的不断质疑啊，每年亏那么多啊。了解，好。啊，全部刚才那个报告，只有一个哈、啊、是书面，只有一个是书面。请都来报告，都来报告，都来报告。台银人寿的部分要注意的。台银人寿一直亏啊，每年亏啊。对，
对啊，亏有他的历史背景的哈，好吧。所以你不如不要做嘛。刚才的，我们随时会注意的。只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哈，因为时效的关系是书面，其他的全部都是到财委会来报告的。好，只有一个部分，刚刚的里面除了单独有一案是书面报告之外的话，其他的话就是依令我们要到财委会来报告，好不好？就说3435、3436，我们并同并案，然后冻结十分之一。然后我再把刚刚幼儿园第四案，我再念一遍，好，从第二段开始，好。然后，然我国目前仅有国泰世华银行签署赤道原则作为授信的基础，台湾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国营银行，应导入赤道原则之精神以为表率，亦请财政部研究泛公股金融机构导入赤道原则之精神作为授信及投资之基础。好，第二段第三行啊，逗号之后，并于三个月内向，就说应签署赤道原则以为表率，并于三个月内向财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并请财政部长应签署赤道原则以为表率。不，你现在。报告主席，好，我们现在进行土银的部分。他先土银。我刚刚那个赤道原则那个，因为好像有把我们土银也列进去了嘛。我可不可以先那个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土银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政策性的放款呐、啊。那如果政策性放款要走这个赤道原则的话，其实对企业来讲哦，它的整个流程跟程序啊，其实会有。这两家银行的问题。对。只有然后另外。建议的没关系啊，你们再回去研究一下。建议性质不是，现在就是说要签署。对啊，刚才要求签署。刚才董事长还有次长他们谈到这个哈，这个赤道原则哈，因为台银土银啊，当时我们在几年前做过决议的时候充分讨论了哈，因为他们两家是 100% 关股，然后政府有的时候举例，现在像我们这个土建融资政策，通通是他们来做。他们因为有政策的决定，所以有很多东西啊，跟其他的商业银行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刚才你写，他也不要急嘛，他们现在只有三个月来报告嘛，对不对？三个月报告以后要不要实施？我相信你们自己两家银行或者是国库署，就赶快跟提案的委员去做个说明，好不好？因为这是政策上的问题。对不对？好，因为报告之后我们再来做决定，先报告好不好？先让他们提出报告来做。我觉得就说研究跟报告，这个赤道原则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像以前费委员他们其实有讨论过哈。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是公股的银行，更要做政策的表率啦。我知道有一些执行上面的难处，报告之后我们再来就是确认。但是我希望是导向签署的部分，好不好？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了，好不好？这一个案子我们就照我刚刚宣读的内容修正通过。好，再下来我们土地银行第一案总收入。这个我可以先说明吗？嗨，请。就是我们土地银行在106年度的预算呢、啊，我们所编列的这个收入啊，其实已经自己自编哦、啊、就已经成长了50亿了，所以如果这里要再增加30亿收入，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有一点困难。没有，我讲税前盈余哦，税前盈余、哦、今年税前、去年多少，今年准备多少，你们要讲过去三年税前盈余多少。税前盈余去年是编85，那今年是编了88.68、啊、所以我们已经啊决算了，决算去年多少，去年的决算决算多少100，去年的决算104的决算是，
122。有吗？有这么高吗？税前啊？有吗？有这么高？税前？哦，122。啊，怎么现在变这么少了？变80几亿呢？为什么这样？经济不是看好吗？去年是创新高啊，有一些那种一次性的收入啊。一次性收入哦。这个扣掉了，扣掉一次性收入是多少？你们知道？哎，你们不准备几年？我们怎么省呢？6亿多。高铁有6亿多啦。六亿多，那也还有100多亿。那怎么现在变八级呢？最主要哈，不是说看去年有多少，而是说今年的整个情况啊。那涂建荣，明年 GDP 政府说大好啊，增加2%，政府好得不得了啊。我们最主要是整个涂建荣的部分，我们占的比例比较高啦，哈。所以那整个房地产的市场，你们明年编多少嘛？明年编多少？明年的预算编多少？明年的税前盈余，税前盈余是88.68。啊，结算的，去年的结算的，去年多少？去年结算就是100，刚刚讲了100多，但是有很多是一次性的收入了。加一点吧，加一点吧。那因为刚才我们可不可以比照就是台银刚才的一个状况了？因为他是把它排除那个一次性的收入之后，他们其实只有加了1亿啊。他们加3亿啊，是这亿。3.8亿多。可是因为我们的规模跟他也不太一样，像土。你们规模比他更大、啊？哦，没有没有，我们规模比他小很多。你们赚很多钱哦？没有，因为你们没有政策性的。我们刚才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我们跟台银的规模，台银的那个存款的规模呢，我们只有到它的80%了。那放款的规模我们只有它的80%，那存款的规模我们只有它的60%。好，请罗委员。那个我想，因为土银是比较专业的哈，他是做土建融啊比较多一点的哈。那台银他比较不一样，他有一些外汇啊其他的，他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业务啊哈。那现在台湾的房地产事实上哦，是已经进入那个冰冻期啊，除了蛋黄区哦，可能周边好一点啊，其他我反而哦要期许土一定要小心哦，因为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房地产哦，现在这个中南部有些交易啊情况比较差一点，好，你们要反而要增加一些这个提存啊准备等等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应该适当的增加一点呢，因为 GDP 都涨2%嘛，哈，你们自己给自己一个目标。但是我坦白讲，我不看好土建融哈，这个未来新的一年呢，你们反正应该要小心一点。啊，董事长，你要说明一下。好，就谢谢罗委员先帮我们说明的这一部分了。其实我们办理这个住宅还有房屋修缮贷款呢，整个全体银行的数字呢，从100年到101到104，其实有很大幅度的成长。但是我们土银的这个市占的成长率呢，其实是下降的。那整个全体银行的国内的成长大概有8.89%，但是我们呢反而是衰退3.19%。换句话说是，整个市场其实有让别的这种商业银行有把这个 market share 有把它分掉。另外，我们比较专长的这个建筑贷款的部分哦，整体的市场呢虽然也是上涨，大概是从1.4兆增加到1.6兆，但是我们土地银行呢，它的整个市场呢大概从2900亿呢降到2700亿，衰退也有6点多了。所以整个我们本来专业的土建融的部分，反而是整个市占率是有下跌。那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有增加这么多的盈余呢？是因为我们土地银行一直没有办法获得国库的增资。当然，台湾金控跟台湾银行也是一样，但是因为我们资本额是有高度的不足，所以我们必须要发行这个无到期日的次顺位债。那无到期日次顺位债，它的发债的成本非常高。董事长，我想没空谈了，今天处理预算，你这么多要处理，我们就是按照比较刚才我建议的，比较刚才的。然后呢，我们也不要讨价还价了，就把你增加到90亿了。那其他我们通通改成冻结，都不删你，按你自己自由运用，你自己好好调整，好好努力的。其他都不删你的，都不动你的，这样可以吗？好，可以，好不好？盈余啦，税前盈余增加到90亿，然后你自己全部处理。我们一个案子一个案子读过，通通改成冻结了，是这样子，好不好？那个，等一下，费委员，我可不可以？费委员，等一下，我的想法真的也是这样子，因为你88亿，我们就增加到。税前盈余到90亿，但是排除还是一样啊、哦，排除资产的处理，但是你今年盈列的资产的处理啊，这个可以啊，可以列计，好不好？好、啊，就用这种方法。原来已经列计的资产处理，
原来已经列进就列进了，然后就那个费委员刚刚讲的，请列入记录了，就是这样子了。那其他所有的通，你们自己调整，自己好好去打拼了，就这样子了，好不好？那我再确认一下，可以吗？等一下，等一下，郑委员。基本上我也赞成，因为整个未来的一年、明年啊，其实不动产的景气是在衰退，所以我不赞成说它的盈余大量增加的结果，反而会有很大的后遗症。所以假设是调高到90 ，OK， 我会赞成。再确认一下，因为这今天的提案很多，有些是主项目跟次项目。没关系，等一下我们会照样再走一遍。再 review 一次。对，我们会再走一遍。嘿，好，好不好？好好。好，那我们第一案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增加到90亿。好，就是说，税前盈余的这个部分，我们增加到90亿。那关的说明跟台银的这个部分一样。好，再来第二案，就冻结通融。照惯例了，10%了哈，10%好，第二案冻结10%，第三案冻结10%吧，冻结10%，好，第四案我们也冻结10%，好不好？第五案、第六案，费委员跟黄委员的提案一样冻结10%，好，这两案合并冻结10%，都是旅运费。好，第七案。冻结10%，第八案、第九案，暂除包装代理加工，哎，一样都冻结10%。第十案、八九案合并冻结10%，第十案冻结10%，第十一案冻结10%，第十二案、第十三案是服务费用跟。服务费用里面的印刷装订与广告，是不是我们就在6328万里面冻结10%，好不好？两个合并，632万8000里面的话，跟两岸合并冻结6328万的10%，好，632万8的10%，好。再来第十四案，这个是江委员。这个我们今年编的已经比去年度还要少编了，已经大概是少编了大概4%左右。啊，这十四案江委员冻结10%，好不好？来第十四、十五、十。对不起，15、16、17，三案都是油电费，好，动1/10。好，谢谢。再来18案、19案跟20案，都是旅运费的这个部分，动好，一律冻结10%。再来是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广告费21、22、23、24、25案。黄委员、卢委员、曾委员、陈赖委员、卢委员，合并这五案合并冻结10%，好不好？21到25合并冻结10%，26案修理保养跟保固费冻结1/10，第27、28、29暂除包装代理加工的费用，这三案合并冻结1/10。再来是公共关系费，公共关系费第30案、31案，说明一下吗？可以，请。这个公共关系费呢，因为我们的分行有150家，另外还有海外分行有7家，所以全部的分行数是157家，另外还有总行的部处大概有30个单位。那我们平均下来的话，每个单位一年的公关费其实是只有16万呐、啊。那这个可以，整个自用的，是不是可以？好、哦，谢谢。可以吗？没有，等下。我可以代表。那动十分之一会有影响？车不好了，车你再当尊重一下，我就动起十分之一，报告一下也不紧的。不是啊，可以了，可以了，不要讲话了。他已经统一一次就结束了。
不怕案子没有进来。不会啦，这个你又不是今天才第一天的立法院。不会啦，我们解冻案一次可以排十案，你就通理是搞定了，这个。就是。天哪，我们这些委员都在这里，好、哦。对，不会为难，不会为难这些费用了，好不好？三十三一，我们合并冻结十分之一，再来三十二案，曾委员，十分之一，好。三十三案，曾委员也冻结十分之一，再来，三十四案管理费用的服务费冻结十分之一，三十五案曾委员旅运费冻结十分之一。不，你这个冻，哦，原来是三，好，再来是三十六案废委员材料用品费冻结十分之一。三十七案演习消防用品，三十七案冻结十分之一，来三十八案，对不起，三八三九，费委员跟赖委员的提案合并冻结十分之一，好，再来四十案，冻结十分之一。四十一案、四十二案员工训练费，曾委员跟费委员。前面有重复啦，是不是？刚刚跟第二案，第二案也是一个员工训练费啦，所以这个是并第二案。好，四十一案、四十二案并第二案，我们冻结十三案并，合并冻结十分之一。四十三案跟四十四案。都是优存超额利息。余委员，我们同案处理好不好？员工超额利息四十三案、四十三案、四十四案，我们都同案处理。第四十五案，就是我们按照刚刚的那个处理内容做处理，好不好？等一下。现在文字又对台银的第四案跟土银的四十五案，我们合并做一个主决议，好不好？好，我把这个谈好了哈，我把这念第不要第几遍了，好，我把这个主决议再念一遍。第二段，然我国目前仅有国泰世华银行签署次道原则作为授信的基础。台湾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国营银行应朝向签署次道原则以为表率，于三个月内向好，并请财政部跟与金管会研究泛公股金融机构签署次道原则作为授信及投资基础之可行性，然后于三个月内向财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好，主决议的文字内容，第四案，对，好，就第四案跟第四十五案，土银的四十五案的这个部分，我们并同做的主决议。再来，四十六案，四十六案，怎么样？个别一般建筑及设备，一共6亿2300万。这个最主要，你先说明。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我们那个土地银行总行那个大楼啊，就是被财政部列管，应该要强化，就是大楼结构需要补强的啦。所以那个已经从九二一地震到现在，那中间都是做局部的，一个等于是需要补强。好，这个案子上一次那个什么，光务署的这个部分也有类似的提案。那是不是就是说第四十六案
可以撤案，好不好？好，46案，我们撤案，对对，47案，保金的成本里面，费委员，鲍委员，47案。你把银行的部分再回去 review 一下，那个因为哦，刚刚有一些项目其实是虽然间隔很远，但是它是同质的，是不是可以把同质的我们都把它并案处理一下？哈，譬如说，第三案、第八案、第九案、27、28、29，这个都是属于暂除包装、代理、加工等等费用，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几个项目通了？因为刚才没有念的时候，没有说把它整起来，没有关系啊，就是说因为都动十分之一啊，可是会有重复啊。但它在不同的项目里面嘛，哦，还是那个哈，还是在那个额度里面，不会说动两次，不会不会。你再讲一次我就动了。好，47案冻结十分之一，48案，费委员油电费，油电费冻结十分之一，49案50案，旅运费，好，49案50案合并冻结十分之一，好不好？再来51、52、53案。印刷装订跟广告费合并冻结十分之一。报告委员，我可以针对47案说明一下吗？我是建议不予冻结了，就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跟那个母公司之间哈，它有一个固定比率的分拆了。那因为那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哈，因为我们必须要透过他们有一个就是在销售的时候。好，第51、52、53案印刷装订和广告费，那合并冻结十分之一，好不好？54案，费委员修理保养跟保固费冻结十分之一，这没。费委员，54案36000冻结，不要，36000就不要冻结了。好，54案冻结十分之一，55案、56案专业服务费，一样冻结十分之一。再来57案公共关系费，我这57单独，公共关系费。好，冻结十分之一，费，为58案，冻结十分之一是59案，59案冻结十分之一60案，员工训练服务费冻结10%，卢委员的第61案一般建筑设备冻结十分之一，好不好？好，然后决议的这个部分62案，陈赖委员，62案怎么样？可以吗？可以吗？可以了，建议案嘛。建议案那也没什么。对啊。喂，林董事长，第62案通过。啊，通过，好好。赵案通过，63案。赵案通过了。63案赵案通过。赵案通过，都没有问题了。64案。63了，还64。63案照案通过，好，64案。主席再请教一下，因为这个有的是要一个月，一个是三，有的是3个月，我们是不是就一起来提报告好了？那是不是都在3个月？好，62案、63案，好，我们63案的话改为3个月内向财政委员会提出报告。陈赖委员可以吗？书面就可以了吗？做报告了。报告一起的啦，哈。好，陈赖委员，我们63案3个月，好不好？3个月哦，那么久啊？哦，好了，我跟你讲，实务上啊，下个月哦，你也没办法进来，然后再马上又要过年，好不好？一样的了，一样的，一样的。好，63案就是改为3个月之后修正通过，64案通过，好。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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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一案，大家请看一下六十一案的一案前面跟后面好像不太一样，麻烦，因为前面，所以到底要冻结什么？就是说，在这里面，前面是公共关系的费用，还是但是后面要减固定资产建设？所以动固定资产还是要动，改成冻结嘛？对了。没有问题了，它前面只是一个过场而已，你不能讲说矛盾没 OK 了。好，那我们第六十一案就冻结固定资产、一般建筑及设备费用的十分之一。好，谢谢，谢谢。再来，我们财政部印刷厂。好，请。这个。好。好，然后第一案税前净利，税前净利他没有说，黄委员的这个部分要求增列两千万的，这个可以做到吧？印刷厂啊，印刷厂哪位长官讲话吧？啊，说明一下吧。好，这个案子呢，是黄国昌委员提的。那昨天我们有去跟黄国昌委员办公室有报告这件事情。那事实上我们，两千万很难达成。哦，那我们也提了一些数据跟黄委员报告。哦，那你同意？你们有同意要增加多少吗？增加一点吧，不然增加一千万好了。我，你是叫厂长吗？是是。厂长，你们一年的营收多少钱？我们一年大概十亿。那部里面的生意可能很少，就我们最主要是做统一发票。那我们统一发票是针对所有的营业人。发票也归什么部里的？那其他的呢？其他的我们书籍一般。我说你们的营业收入十亿里面，统一发票也算你们部里的业务啊。除了部里的业务以外，非财政部的业务有多少？我们大概有七八千万，那很少的，好不好？好吧，这样子了，增加一点呢，增加多少钱？增加啊，不，一百万好了，增加一百万，因为他们都是做财政部的生意，好吧，都增加，给你们增加额度，鼓励一下了，增加一百万，其他的我们都用冻结了，好吧？是。好，我们税前净利增加一百万。好，再来，第二案、第三案统一发票，冻结十分之一。我们还是要走一遍。好，第四案，那江永昌委员，水电费，江委员冻结十分之一。好，谢谢。再来，第五案，观光旅游费用冻结十分之一。劳务成本，好，第来江委员第六案冻结十分之一，正式员额薪资，这是什么？江委员，我们第六案冻结十分之一哈，来第七案，租金与利息，江委员冻结十分之一，谢谢。再来第八案，费委员冻十分之一，第九案、第十案，同样的材料及用品费合并冻结十分之一，好不好？江委员可以，好，谢谢。再来十一案，曾委员邮电费冻结十分之一。十二案、十三案，旅运费，曾委员跟卢委员两案合并冻结十分之一。再来十四案，专业服务费，曾委员冻结十分之一。十五案，营业费用，卢委员的提案冻结十分之一。十六案、十七案，等一下，等一下，十六案是我的案哦。你要不要说明一下哦？这个怎么处理再说哦？哎，你们从财政部还跟部长做公关了，要请部长吃饭了。
真奇怪，这个观光会干嘛呢？这个啊，不是你要请他吃饭吗？跟赖委员报告没有。哦，不要，不需要吃那个饭。来，你讲一下嘛，印刷厂，你都是刚才我们老费讲的，都是做财政部生意，你还要做公关啦、啊？我跨部为什么变公关呢？是干嘛？钱放哪里啊？公关未必一定是吃饭的、啊，哈、哦，公关费未必是吃饭。但是用在哪里嘛？钱用在哪里？跟我讲一下来。跟赖委员报告，我们公关费里面有很多像员工受伤，或是住院，我们都要去买一些水果呢，红白喜帖，然后。对，这都在公关。这不就特别费？你有没有特别费啊？通常的首长哈，因为我当过议会的副议长，我们知道这个费用都不够，所以这个公关费可以吃。没有没有没有。好了，冻结冻结冻结。我只要问一下，跟财政部要做公关呢，是不是？好，我们第十六案、十七案合并冻结十分之一。谢谢委员。好，第十八案，十八案是一个是业务费用里面的服务费。好，冻结。冻结十分之一。好，费委员，第十九案管理费用里面的服务费用也冻结十分之一。好，还有决议组决议的这个部分，第二十案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第二十案照案通过。好，那我们现在休息，请议事人员整理，做相关的整理。嗯，好不好？那我们请服务人员。好，我们今天中午不休息，会议继续进行到本日会议议程结束为止，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做休息，请议事人员做相关的提案整理。好，那也请服务的同仁呢把便当来发送给大家。好。那个谢谢其他委员哦，那这还有在做处理啊，其他委员都表示意见，那就增加500万，看其他委员是看其他委员是不是同意。嘿，好，我们还没跟我们讲这一段来，对了，还没跟我们讲，我们他是刚刚已经讲过了，好不好？我们等会好像你读的时候，我们就是印刷厂的第一案的这个部分税前净利，我们增加500万，好了，好不好？好，好，各位委员可以啊，好，好，我们就这样子。好不好？
即便我叫到千分之一，三次就等一次，三次等一次。你国会赌博本来就这个地方就是当中本来就应该增加啊，啊当中你给他当中某种程度是避险概念，避险概念啊，这样避险，没事，我们知道，没事没事，不好意思啊，我们知道，各位委员，这个这个避险，啊这个都这种都税收，这个税收多，那我你交税交税啊，你干嘛？不，你是税税收还是歧视？万一这个股市继续跌，就完蛋了。三处方一个是千分之一。这个公证这其实是不应该太骂人家怎么样。你用谢金河跟当冲去收钱。在银行跟杠杆借。一起美，以美进户的。我在哪在新疆美进出金哦。看不到嘞。但是但是。啊那鼓励鼓励全额扣抵。不，那两税和。分离哈，暂不予不予啊，但是那鼓励全额扣抵就是。外购了，这不是我稍微跟你鼓励比一下，一二十年前我那时候里面就是这样，早就要做了，哎，你知道从这些一直上升，因为这税收太大，动辄几百亿，几百亿，六百亿有，六百亿。
完全不能扣除。所以拿鼓励权的扣抵列去租金，完全不扣抵。现在的台湾社会，你要减征交税的话，哈，如果你要征交税的话，你如果先走第一步，简单通，后来发现有用，再减征交，基本上先支持第一步啊。你连当通都不愿意减的话，你怎么说服人家减征交？当中能够有机会先说服到可以减，你就可以有再去打的国光正交正的钱。
这个是他们提的啦，但是我问，因为我助理在查，查一个财政部的一个事情啊，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追到有关于物价指数上涨的那个东西，然后就问，他问到了，哎，我说了，那不是我是建议的啦，你说蒙到比较合理，不想亏，没准备。准备 OK 啊，我们过了以后，那执法让他有段时间呐、啊，要去准备啊。你没有不许他，他都永远没有准备。可是你是给他的，不是给你的。那一天如果我不问哈、啊，他们在那天下午也会宣布。是啊，那我即便你问，尽量授权给他嘛。你看我的法案就是尽量授权给他。你在国外是啊。沾到一点点，对不对？还不错啊，这很好，都类似这样子。我昨天问另外一个题目是跟着那个卢秀燕委员的，他讲那个青年安心住宅，还不错啊，延后，大部分是写他啦，我有带到一点点。这有用啊，有感。最后是得曝光度了。那你要当然你要有论述，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说叫我，但会带有一点点赌注风险。但是你是对的。他里面有哦，没有。那个是得曝光的分啊。定调折中的，政治东西是这样，很残酷的。所以立法院这边就很奇怪，就是本来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听起来都 OK， 可是我们立法一切下去，对的全对，错的全错，这没办法，就这样。政治好像讲，这个是爱讲的，政治你爱讲就爱。最能够一刀切落去吼，我一个同事，你控制你做医生，那个同事，你可以了，会啊，你要多少钱？装备，带出去的装备，你没有带多少，然后再还点。他有去表达啦。身上你就是带多少？他有表达。你要留两个下来，我是忙我的。不然我们就改。哎、欸，我们就
那个是重中之重，行不行啊？林权啊，林权跟林权其他怎么搞的关系？他就发这个，因为他会影响绩效那个奖金，其他人不要 care。
当冲这个真的还要回应吗？好，我们继续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协商结论。
宣读协商结论。综合案第一案通过，第二案通过，第三案通过，第四案修正通过。修正倒数第三行一周内为一个月内。市输入银行第一案删减100万元，第二案冻结20%，第三案保留送验会处理，第四案冻结1/10，第五案、第六案合并冻结1/10，第七案删减50万元，第八案、第九案、第十案删减100万元，第十一、十二案合并删减50万元。第十三、十四案合并冻结10/1，第十五、十六案合并冻结10/1，第十七案撤案，第十八案通过，第十九案通过，第二十、二十一案合并删减50万元，第二十二案通过，第二十三案删减50万元，二十四案冻结10/1，二十五案删减50万元。26、27合并动10/1，28案保留送验会处理，29案保留送验会处理，30案有关于上海办事处的相关费用冻结，有关于办理伯恩联盟首长会议的话，并8、90案处理。第31案通过。32案通过，33案通过，34案通过，35案通过，36案撤案，37案通过，38案通过，39案通过。台银、台湾金控股份有限公司等第一案跟18案合并冻结10/1，第二案冻结10/1，第三案保留送验会处理。第四案修正通过，并合并土银第45案，然后修正第二项如下：然我国目前仅有国泰世华银行签署赤道原则作为授信的基础，台湾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国营的银行应朝向签署赤道原则以为表率。并请财政部以金管会研究换公股金融机构签署赤道原则作为授信及投资基础之可行性，于三个月内向立法院，于三个月内一起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第五案，税前盈余增加至70亿元。排除业务外收入的资产处分，但106年度预算案已编列的资产处分不在此限。二、费用总额度不变，科目自行调整。再重新念一遍：一、税前盈余增加至70亿元，业务外收入的资产处分排除，但106年度预算案已编列之资产处分不在此限。另外，收支并同调整，但业务费用管理费用不增加，其自行调整。第六案冻结10/1，第七案冻结10/1，第八案撤案，第九案保留送验会处理，第十案通过，第十一案冻结10/1，第十二案冻结10/1。第十三、十四案合并动10/1，十五、十六、十七案合并动10/1，十九案动10/1，二十案动10/1，二十一案动10/1，二十二案动10/1改书面报告，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合并动10/1，二十七案动10/1，二十八案动10/1，二十九案撤案。30案保留送验会处理，31案动10/1，32案通过，33案通过，34、35、36合并动10/1，37案动10/1，38案动10/1，39案撤案，40案动10/1，41案动10/1，
四十二案撤案，四十三案保留送院会处理，四十四案通过，四十五案通过，四十六案动十分之一，四十七案动十分之一，四十八案动十分之一，四十九、五十案合并动十分之一，五十一案动十分之一，五十二案动十分之一，五十三案动十分之一，五十四、五十五合并动十分之一，五十六动十分之一，五十七案动十分之一，五十八案、五十九案合并动十分之一，六十案动十分之一，六十一案动十分之一，六十二案撤案，六十三案动十分之一，六十四案保留送院会处理。土银第一案，税前盈余增加至九十亿元，排除业务外收入资产处分，但一百零六年度预算案已编列资产处分，不在此限。同时，收支并同调整，业务费用、管理费用不增加，其余自行调整。土银第二案、第四十一案、四十二案合并动十分之一，第三案、第四案合并动十分之一，第五案、第六案合并动十分之一，第七案动十分之一，第八案、第九案合并动十分之一，第十案动十分之一，十一案动十分之一，十二、十三案合并动十分之一，十四案动十分之一，十五、十六、十七案合并动十分之一，十八、十九、二十合并动十分之一，二十一到二十五案合并动十分之一，二十六案动十分之一，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合并动十分之一，三十、三十一案合并动十分之一，三十二案动十分之一，三十三案动十分之一，三十四案动十分之一，三十五案动减十分之一，三十六案动减十分之一，三十七案动减十分之一，三十八案、三十九案合并动减十分之一，四十案动减十分之一，四十三案保留送院会处理，四十四案保留送院会处理。土银四十五案并台银第四案做主决议，四十六案撤案，四十七案冻结十分之一，四十八案冻结十分之一，四十九案四十九、五十案合并冻十分之一，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案合并冻十分之一，五十四案冻十分之一，五十五、五十六案合并冻十分之一，五十七案冻十分之一，五十八案冻十分之一，五十九案冻十分之一，六十案冻十分之一，六十一案动十分之一，六十二案通过，六十三案修正通过，修正倒数最后一案的一个月内为三个月内，六十四案通过。印刷厂第一案增加税前净利五百万元，收支并同调整，业务费用、管理费用不增加，其余自行调整。第二案、第三案合并动十分之一，第四案动十分之一，第五案动十分之一，第六案动十分之一，第七案动十分之一，第八案动十分之一，第九案、第十案合并动十分之一，十一案动十分之一，十二案、十三案合并动十分之一，十四案动十分之一，十五案动十分之一，十六案、十七案合并动十分之一，十八案动十分之一，十九案动十分之一，二十案照案通过。宣读完毕。好，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协商结论有无异议？没有。好，没有异议的话，我们照协商结论修正通过。报告委员会，我们针对讨论事项做如下的审查结果：审查中华民国一百零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有关中国输出入银行、台湾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含台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银综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土银保险经纪人股份有限公司）、财政部印刷厂等预算案，除照协商结论外，其余部分均照列。另业务计划应并依据营业收入、营业收支、金融保险成本或生产成本、转投资、重大之建设事业及资金运用等项的审查结果，随同调整。金融保险成本或生产成本，随同营业总支出审查结果调整，营业总支出应随同调整。资金运用应并依据营业收支、金融保险成本或生产成本、盈亏拨补、转投资及重大之建设事业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请问各位委员对审查结果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通过。那本次会议议程都已经进行完毕，我们散会。谢谢，辛苦。我们快就快，好好，你等会麻烦。好，我们请那个土银的会计、印刷厂的会计，还有金控的会计，能过来一下，好不好？我们再确认一些事情。